韩国各个团体都在亚洲窜红，无论男女，男帅女美，劲歌热舞样样来。不过啊，你知道他们也会有出糗失误的时候吗？还记得他们吗？上个月宇宙少女才在施华的场地表演，摔跤不断。而这一次是帅气的偶像团体 EXO 哦。EXO 的世勋在演唱会上一个帅气转身，还顺手拨了一下头发，这一耍帅举动却让他自己忘了要演唱接下来的部分。这时灿烈在一旁笑到快疯掉，而世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一旁的伯贤 Do 也忍不住开始发笑，团员们的好感情大家也都看在眼里。不过我说世勋啊，歌唱好舞跳好，配上你帅气的脸蛋，何愁自己不够帅呢？下次就别再拨头发了呗。